南俪邀约田雨岚去请钟毅出山，并对三个孩子进行培训。尽管钟毅没有立马答应，可他还是觉得钟毅绝不会甘心守着晚托班。所以在三劝说之下，南俪总算打动钟毅，让他欣然接下暑期小班辅导，甚至承诺会在两个月内的时间快速提升夏欢欢的成绩，且进入班级前三。然而这件事得到严鹏和夏君山的反对，两个父亲都不希望孩子承受太多压力，尤其严鹏父母听闻此事，更是直接闹到商场和田雨岚大吵一架，引得周围同事纷纷驻足旁观，这时令田雨岚感到丢脸。夏君山趁着南俪要过生日，于是便请南建龙与赵娜到家里，即是庆祝生日，也顺便劝他改变主意。奈何南俪通过家长群看到期末考试提前，立马发消息跟卢老师询问夏欢欢的成绩，眼见成绩单越发不理想，再也没有心情过完这个生日，反倒数落几个大人帮倒忙，甚至责备南建龙别再插手自己的事情，各过各的生活。生日宴会不欢而散，南俪在书房里怒斥夏欢欢学习退步，其他人在客厅里面面相觑，颇为尴尬。南建俪提前离开，落寞地回到家里喝起酒，虽然嘴上夸赞着南俪的种种优点，可是脑海中还在徘徊着南俪的气话。哄睡孩子之后，夏君山切了块蛋糕送给南俪，看着他还在补习着夏欢欢的功课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南俪明知自己今晚脾气太过，可是考虑到孩子每次考试都在班级垫底，同样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懈怠。由于严子优的成绩在逐步下降，如今已到班级19的排名，田雨岚实在想不通，赶忙跑去找张雪儿了解原因，从而发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严子优一直在外面学习复杂课程，所以没有打好基础，以至于到了高年级露出明显缺点。杨雪儿建议田雨岚应该先暂停外面的课程，主要打好基础，但是田雨岚始终无法接受严子优成绩落后的现实。同样，南俪不愿再看到自家孩子比别人差，急躁之下坚持要送孩子去找钟毅补课。蔡菊英看到南建龙郁郁寡欢，便知他与女儿闹矛盾，随即找了个借口出门，实则是煲好汤给南俪送去，既是感谢他接自己回去之余，再次聊起南建龙的事情。蔡菊英表示他和南建龙属于搭伙过日子的半路夫妻，若是论起感情的深厚，远不及亲生女儿，所以恳请南俪不要记恨南建龙，至少要理解他的苦衷。与此同时，小升初全面摇号的风声愈演愈烈，成为期末家长会上最为关注的问题。张雪儿向家长们传达实行小升初全面摇号的意义，这种做法可以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，从另外一方面，也减少小学阶段的竞争性选拔。尽管张雪儿说得很明确，奈何南俪还是不太赞同这种方式，甚至为此与其他家长意见不合，险些吵了起来。直到家长会结束后，南俪跟田雨岚商量好对策，又去让夏君山支持他的做法。
夏君山没办法改变南俪的坚持，只能被迫同意，前提是要先找钟毅交谈，希望对方能改变教学方式。